医学是什么？医学是人类救助同伴的本能。早上好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放心，每个人都看得了病。苦难中燃起的一丝火苗，即使微弱，也想把整个民族照亮，用光筑起一道后盾，民族就能前行。医学是什么？或许医学是为生命的无常寻一个确切的答案。在此刻开始发问，用一生探寻答案。试问生命何其广博，医学就该有多宽阔。一个新的课题，又是交叉学科研究，还没有前人尝试过，但值得去做。年轻人，大胆的干吧。学科是人为的分化，而生命却是贯通的交叉。昨天下午开始疼痛加剧，然后另一下疼痛的地方又下疼痛的地方，是急性阑尾炎症状。还有其他不同的假设吗？教学上的先行推动着探索健康边际的脚步。学习医学有很多条路可以走，唯独没有捷径这一条，关乎信念，必须时时刻刻地把严谨刻在骨子里。年轻的思想在这里孕育萌芽，成长为独立而茁壮的新力量。法学上存在争议，但在医学上，罗马不是一个健身的。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切开与缝合的实操课。从开始学习，就开始践行。好，这个切口切得很漂亮。去前线和生命对话，才会知晓医学的对立面。从来都不只是病痛。深呼吸，别紧张。更是未知。坚持住，要相信我们，千万不要睡着，保持清醒。无尽的未知，终极的探索。数据传回来了。100年前，有多少个奠基、创始、开创的先驱？100年后，就有多少个原创？首个唯一的先例。先生，一位72岁的一个高位截瘫病人，一起来完成一个精度比较高的三维脑控这么一个研究。过来人铺成通往未知的路，后继者便有了一往无前的底气。先行的价值是什么？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保有善意和勇气，于时代的浪潮中成为彼此的后盾，这就是答案。健康所系，性命相托。当我步入神圣医学学科的时刻，金光眼前时，我是天使。